这次当我验到怀孕的时候，心里就其实蛮忐忑，因为有点不确定到底是不是，直到就是看到小孩心跳那个瞬间，才真的有那种眼泪要飙出来的感动，而且会觉得哇，原来我肚子里面真的有生命了。就是比较明显的改变是嗜睡吧，因为像你知道，大家认识我很久都知道，我平常工作就是精力旺盛，好像永远不会累。但是当我发现怀孕之后，我就觉得为什么中午眼皮好重，一定要休息，一定要睡午觉，才可以到晚上还很有精神这样子。我从怀孕开始，我就是一天两包，早上会喝两包低基金来补充宝宝的营养。当我收到这个合作的时候，我有点意外，因为之前印象都是瓶装基金嘛，说哎，原来白兰氏有出，然后他出的是一小包一小包，又是常温包装，所以对于我们这样子出外工作啊，其实是非常方便。很多网友都会 care 那个口感，就是味道的重点，所以我在试这个品牌的时候，我也有跟厂商说，哦，我一定要先试过这个味道是我可以接受，我才会分享给大家。然后我试了这个白兰氏的低基精，我觉得它味道很顺，就不会有那种腥味，喝一口就好像喝到一整只鸡的精华，而且嘴巴会有点黏黏感觉，就觉得可以喝到鸡汤的胶原蛋白的那种，不知道那种很满足的感觉。我觉得也很适合女生日常用来保养自己，而且它还特别推出针对孕妈咪的孕补滋养精粹，可以补充怀孕所需要的养分。我觉得长期喝下来真的会觉得体力比较好，之外是看起来气色会变好，而且整个人很有精神，所以这两款催肌精真的非常推荐给大家哦。